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活神也请讲，活神也请讲。行了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这次来不想杀人，可偏偏有人就要找死。是啊，大人杀得对，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就是找死。去，赶紧把那两具尸体处理一下。是，快去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账本我已经看过了，确实没有出入。铁大人明鉴，卑职从来不敢弄虚作假。我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查账，还有一件事。大人请吩咐。听说衙门昨日抄了暖心阁，还抓了不少人，对吗？确有此事，不过今天下午已经全都放了。全都放了？哦，还有一个闹事的还在关着呢。他闹什么事了？他大人若是为此人而来，卑职现在就可以把他给放了。不用。说起来啊，你们几个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这济南府判你们斩立决，这事稍微过了点。说的就是啊，先生，我们冤枉啊！哎，冤可不冤啊，就是判的稍微有点狠。哎，先生所言极是。哎，那你们五个犯罪，怎么刚才那哥俩出去了，你们留这儿了？他们没出去，只是减刑，改为坐牢而已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今天在博天坊赢了。什么叫博天房？就是赌博的地方。济南大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但凡入狱之人，不管刑罚如何，只要你在博天房里边能赢上一局，那就能减刑，甚至都能出狱。刚刚让您卜卦，也就是看看您有没有真本事。如果真有的话，能帮助我们哥仨，这赢两把，我们也好脱了这身上的死囚的衣服。那这个博天房的规矩是什么呀？钱呢？死囚但凡只要想不死，那就得赢上3000两。坐牢的呢？赢1000两，减1年。不对呀，你赢钱，你还减刑，这为什么呀？哎，这说是赢钱，实际就是赢个点数。这博天房有一个规矩，只能在一局赢够点数，要不然就不算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刚刚出去的俩兄弟，他们俩之前在博天房输的加起来差不多有5000两，这不今天运气好，两把牌就赢够点数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合着你们输的是钱，他们输的其实就是个刑期。真是会做买卖，稳赚不赔呀。啊，哎，那这是衙门开的吗？不是，也算是，也不完全是。啊，可能是衙门的某个人跟外边人合伙开的。为什么呀？这博天房里边没有朝廷的衙役，只有几个打手，有几个打手还是这朝廷通缉的要犯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是衙门开的，他就不会用通缉的要犯当打手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。哎，那他们为什么不叫我去呢？别着急呀，等会儿你家里把银子送来，自然就会有人过来叫你的。嗯，孟楠姑娘，子枫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把孙胖子的口供交给大人。那我送你吧，我保护你。白菜，新鲜的。
画。哎，孟兰姑娘，您看看字画。你看这侍女画的多好看呀、啊。新鲜的白菜。不过我觉得跟你差远了。如果把你画在画上，一定艳压群芳。要不然咱们也画一个吧。画完了挂哪儿啊？我屋都是解剖图。看看花伞吧。孟兰姑娘，姑娘，看看吧。你看这小伞的颜色，多好看呀、啊，跟你衣服多配啊！啊，你看，挺适合你的，真的。适合我的就是适合你的呀。孟兰姑娘，你看，我刚刚在这个摊位，给你挑了个玉佩，你看多适合你，送给你。各种各样的都有，来看看。我们是出来办正事儿的，不是出来玩的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个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啊。什么？来挑一挑吧。我是说这玉佩。孟丹姑娘，你知道吗？这每个人带着的玉佩啊，都是讲缘分的。这主人要认玉，玉要认主人。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在告诉我，他非你孟丹姑娘莫属。伙计。玉佩我们要了。那我就勉强收下吧，谢谢你啊。非你莫属，手拿把枪。二位，住店吗？老板，来个上房。哎呦，咱这是小店，没有您要的上房。差不多的也行。这差不多可是难为我了。和珅怎么来济南了？这样，您二位上去看看，如果合适了，您就住下；如果不合适，您再转转。这是不是有点快呀？哪儿快了？没事儿，别瞎打听。哎，掌柜的，那你就按他的要求，留间最好的房间给我们。哎，尽可能把我们留住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别笑。子枫，咱们走了。小人明白，小人明白。孟丹姑娘，我问了。他说有房，还挺好的，要不然咱们歇一会儿。这么多事儿呢，您还想歇着？走了。哎，让你别笑。不笑。掌柜的，今天初几啊？今天十五了。扫兴。宝贝儿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为了娶我，竟然会来这么早。孟楠，这俩人什么关系啊？你去哪儿？我想回家。姑娘，这事不是我不帮你。上次你也看到了，我手下也全都看到了。上来就管我要银子，我要是现在把他给放了，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？思玉大人，我特别能理解您的苦衷。我们家老爷啊，夫人也说了，让他多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，正好磨磨他这臭脾气。说的也是，就你家老爷这臭脾气，也就遇上我这样的好人。完了，任何另外一个。绝不会轻饶了他。是是是，有劳思玉大人了。跟我去探视厅等着吧。多谢思玉大人。
哎，活神仙回来了，活神仙回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哥几个这是一宿没睡啊？活神仙不辞辛苦的，这彻夜为我们做法，我们岂有贪睡之理啊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呀，哥几个，好消息啊！一宿没白熬。哎，哎呦，可累死我了，这一宿啊。 上天见星宿，下地找阴司，好说歹说，算是把事儿给你们哥几个说开了啊！现在他们答应让我给你们加持赌运，但有一点，姓刘的，先生，你说那一点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好，好，好，谁啊？谁看我来了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哦，快走吧，哎，终于熬出头了。 监狱还有这么个地方啊！老爷，你最近一切都好吧？好啊，几个毛贼刚才想修理我，已经制服了。大人，木南，带着银票没有啊？银票，我带了。 带了多少啊？我带了100两，不过刚才都用来打点私欲了。啊，这家伙胃口不小啊！早知这样，昨天就应该抽他。蒙南啊，哎，你呀，一会儿回去还得再取点银票。哎，老爷，您用这么多银票干什么呀？银票啊，济南府的大牢。 有猫腻哦，老爷的意思是一边争取减刑的机会，一边在牢里多交些济南府的新朋友。所以说呀，他这个大牢啊，要想减刑，就得进博天房。哦，那这济南府的花样还挺多呀。所以呀，你要再取点银子回来吧。啊，我得进博天房啊。 好嘞，哎，你跟那司玉混那么熟了，他没告诉你这个？没有啊。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家伙他不愿让我出去？不应该呀。嗯，他可能是觉得您昨天骂得太狠了，在手下面前丢了面子，所以想多关你们几天再放出来。嗯。 这事儿啊，没那么简单。哎，这也怪我呀！啊，都到这会儿了，还心疼那俩钱，因小失大呀。再有啊，这个秦捕头那边，我说那批山货盯得紧吧？他经常过来帮忙，放心吧。嗯。 咱们新来那伙计没偷懒儿？没有，那手脚麻利着呢。好，这么着，你回去啊，跟子峰说，我说那批山货让他盯好了，一旦时机合适。 立刻下手，啊！好的，老爷。大人，哎，你去后面准备一下。
我也要去他的牢里坐一坐。去吧。是，卑职这就去办。不聊了，不聊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你别跟着我，小宝贝，别跟着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大家聊一聊，我还没聊完呢。哎，小宝贝儿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你这。哎，我那几个兄弟呢？那三个是死囚，理应换去别的牢房。哎，那昨儿怎么算啊？这个昨天啊，昨天他换错了。换错了还有这事儿呢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。和珅这个时候来济南干什么呀？来，何大人，请。傅大人，请。何大人，此次皇上派您前来山东巡查，还望何大人高抬贵手啊。傅大人哪里话，自傅大人在山东上任以来，山东乃是风调雨顺，百业巨兴，此功绩朝廷上下有目共睹，何来高抬贵手一说呀？哎，虽然国泰一心为民，勤于政绩，可总是避免不了属下犯错呀。臧海坤一案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此言差矣，那不是个例子，是个例外。请。请。不管怎么说，国泰还是要感谢何大人在圣善面前求情之恩。傅大人乃是忠臣良将，国之栋梁，我不保你还保谁呀？何大人真是抬举国泰呀。嗯，那就要看傅大人时不时抬举了。何大人何出此言呀？傅大人何必明知故问呢？来吧，喝了这杯酒，何某定有办法为你解忧。傅大人请。请。你说什么？和珅和傅国泰？大人不是说他们两个有矛盾，在朝不和吗？大人的确如此说过，所以现在他自己呀，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。嗯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写封信给京城，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就行了。大人特意交代过，此时万万不可与京城有任何书信往来。这，我写给我爹，我爹是六王爷。哎呦呦，这六王爷万万使不得，更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六王爷年事已高，不宜操劳过度。那就听老爷的吧。那大人有没有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说了，他说以不变应万变，那就是等着了。哎，差不太多吧。哎，那既然老爷都这么说了，咱们还紧张什么呀？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哎，对了，孟楠，老爷有没有说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呀？
这一时半会儿啊，可能出不来，因为大人在牢里发现了新线索，正在调查呢。什么线索？博天房。这博天房啊，和翠香楼有着相同的关联，这共同之处呢，就是都用一种隐秘的方法，疯狂的敛财。翠香楼花魁之争，博天房豪赌买命，而二者更主要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存在着当年隐藏起来的通缉要犯。这不说老爷在里边很危险了？那倒说不上，大人在牢里啊还是很吃得开的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竟然会武功，累死我了。小宝贝儿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。新来的，哎，这新来的怎么不打个招呼啊？不懂规矩。你是新来的，我是早到的，牢里的规矩，你得给我打一招呼。哎，我得让你明白明白这规矩。我说啊。哎，在下刘老大，你得跟我打个招呼。哎嘿，哎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有吗？练家子呀。这位，不瞒你说，在下行走江湖的一位方士，通天彻地，无所不知。想不想消灾解难？我给你说说。不说话。行。不说话算我没说。翠姨，我告诉你，你够了啊！你别真以为我不打女人，我之前是念着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我才忍了你这么久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哎，不是，你别笑了，怪瘆人的。哎呀，你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哎，王公公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来救你的了。救我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恶妇啊，她可不是一般人啊。不是一般人？她呀？她就是夺命婆婆崔二娘，20年前就已经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了。3年前被朝廷通缉，从此便杳无音信。没想到他今天为了你竟然暴露了身份，足以见得他对你是一往情深啊。王大人，好了好了。贺子峰啊，我问你一件事儿。王大人请讲。这个刘墉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刘墉他现在
王大人，您找刘墉有什么事吗？皇上让我找他回京复命。哦。哎呀，终于平安到家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人？哎，饿死我了。吃饭了？怎么不等我呀？哎呀，都吃着呢，没觉得少了点什么吗？没我吃东西，食之无味吧？哎呀，小儿多吃点啊。嗯，是不是？我来了。为了大家，来，刘仙儿，给我递个馒头。好，谢谢。嗯，你还有脸吃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没脸吃了？各位，这他怎么了？饭。啊？看我干嘛呀？我不应该吃吗？吃，必须得吃，而且还得多吃点。贺侍卫昨天熬了一夜，辛苦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七彩，给他多拿点吃的来。不用了，哥哥，我这些就够了。您对我也太好了。哎呀，刘仙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一个馒头还跟我玩声东击西，读兵法了。让一下。不是，七仔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一驴啊，这是？还拿个洗脸盆？干嘛这是呀？你们大家听我解释啊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孟南姑娘，我什么都没干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昨天是我就是不明白了，什么时候了啊？和珅已经来到了济南，大人在牢里边，咱们每天受到别人的监视，怎么还有人不懂事呢？还有人夜不归宿，还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不以大局为重呢？听不懂。你怎么指桑骂槐啊？我怎么不以大局为重了？我昨天碰到夫人，我吃饱了，我去大牢里给大人送点银子，你们慢点吃啊，慢点吃。孟楠，你不能去大牢，危险。来来来，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把你们的碗都拿出来，开饭了。你看，怎么样？衣服换过来了。接茬来啊！哎，我神仙，我那俩哥们怎么没成啊？昨晚他俩输得特别惨。是吗？那你得慢慢来呀，一个一个的呀。啊，那得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俩呀？给你算算啊。提问，昨儿什么日子呀？
坏了！怎么了，活神仙？天机一泄，妖孽作怪呀！那怎么办呀？活神仙，你想想办法，话只能说到这儿了，其他听天由命，顺其自然吧。啊，先管好你自个儿，慢慢来。啊。何大人，我这么一个小地方，你都能找到这里，看来傅国泰小觑您了。王公公过奖了。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虽然是在山东府，可公公真以为有的人可以只手遮天吗？何大人，有什么急事啊？你来找我？没什么大事儿。就是过来喝杯茶，跟您聊聊天儿。听说您帮傅国泰办了几件大事，慕名而来。何大人，您真是折煞咱家了。王公公，嗯，名人面前不说暗话呀。你我混迹官场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，说这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可照理说您王公公的大叔本应是当今圣上，可为何现在要为傅国泰做事呢？王公公想必听说了，山东济南府最近不太平，皇上命我前来，就是要看看这里刮的到底是哪股邪风。那皇上到底想查谁呀？王公公觉得皇上想查谁呢？这我就不明白了，皇上既然已经把刘墉派下来，为何又将何大人您再派下来呢？刘墉这个人做事啊，太刚直，喜欢自下而上，而何某做事呢，就圆润多了，喜欢自上而下，这样双管齐下，才能确保得圆满啊。真的要为一个傅国泰费这么大周折吗？傅国泰这三个字可是王公公自己说的，既然如此，想必王公公应该有什么高见，何某愿意洗耳恭听。我一心只为皇上办事，哪有资格谈论朝廷的事情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聊点别的。前些日子我听说在我何府不远之处，傅国泰大人送了公公一座院子，院子里面还有一座和我府上鉴宝阁一模一样的地方，里面奇珍异宝无数，连何某都想有机会去长长见识呢。啊，还有啊，王公公，听说您府上还豢养了七妾16人，个个都是美若天。何大人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公公别紧张，不论你我是否可以合作，这些事情啊，都是属于你我二人的小秘密，我定不会说给圣上听的。何大人，您果然大度啊！良禽择木而栖，现在傅国泰被刘墉查得这么死，如果我再不知深浅，恐怕太愚蠢了吧。王公公果然聪慧。好，何某毕竟不是地方官，在这里办事确实有些地方需要王公公帮衬。好，何大人您尽管吩咐。帮我找一个人。请讲。刘墉。刘墉。
点小。刘大人说了，他刚在牢里发现线索，现在皇上急着调他回京，千万不能让和珅和傅国泰知道他的下落。嗯。嗯。沾着假胡子真难受。老板啊，运这批山货多少银子？15两银子。哦，这么贵啊！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从济南到泰安，这个路程啊，它比较远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呀，回头把银子送到店里，您先押着货上路。也行，随便你。老板啊，这是点意思啊，请你笑纳。这批山货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，麻烦您上点心，千万别让他受着了。您放心吧，保证没问题。那就麻烦您了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行了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啊，走。哎，走，走。高大人，他们在那边。夫人，就是那间。墨南，一会儿买点好料子，给你也做一身。哟，夫人来了，你里边请。您别这么叫，刘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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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昨日你跟我说，你是一个方士，通天彻地，无所不能，还说你有为我消灾解难之法。哎呦，您可别信我那个胡说八道、信口开河，您别信。是吗？可是，刚刚那个人，怎么称呼你为活神仙？谁呀？他那傻大个儿，嗨，这您也信？让我给糊弄了。你是怎么糊弄他的？这雕虫小技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可是，我想听听。哎，您要是真愿意听呢，我就给您说说啊。嗯。哎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您就说这大牢吧。他这大牢啊，他有个规矩，说这犯人，你只要上博天房，
赢上3000两银子，就能把这条命啊买下来。哎，我呢，我也是怕他们打我啊，我就跟他们说呀，我说我有法术，能让他们赢钱。哎，不成想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他还真赢了。您说这巧不巧？是够巧的，巧的让我无法相信呢。哎，随口那么一说啊，随口那么一说。随口一说，你就不考虑后果吗？嗯。倘若昨日他没有被换走，且昨晚也未赢钱，那你今日又该如何向他交代啊？嗨，这……你是聪明人，别跟我说你是得过且过，还一天算一天。嗨，你要非问呢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呀，算出来的。就走山崖，复活何足道哉？人间有时快，敢争分好歹，坏得乾坤豪迈。千古佳话里几多无奈，世人纷说道乎爱哉。秋月人生百态，你不懂也不怪。从南到北悠悠江山，日月如怀，不为权贵不为财。善恶有报一归其中，此来。